嗨，大家好，吃饱未？即阵到第几分街？了阿妹就是一间老隔壁店。这个老隔壁店咧，把路慢慢慢慢一间一间一间搬起了。了到底是虾米事咧？是因为价钱上贵，地方无好，还是隔壁的别墅无像个古早的好了？到底是虾米事咧？把路慢慢过去看，去了解一下。关时间安怎好啊？没有。恁隔壁只落地，安怎只？好吃，安尼好啉，行，咱去看，安怎做？伊的杯较浊，因为用浊水烫过，所以伊的咖啡会无安尼快冷哦。有名字好像狗鼻C、狗鼻蛋类、狗鼻什么？狗鼻是有牛奶的，然后狗鼻C是蛋奶的，不加糖。如果他们要糖，我们的糖是另外放的嘛。他们要糖，他们就会自己再放咯。加起来，加起来。所以这边的狗鼻啉多了。十几年。十几年。所以狗鼻有变调。有啊，好差别啦。Thank you.
苏格切饼黏果皮，有可能是细汉时常常甲爸母白白来。伫这边，伊会找到对古早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是亲情的味素，也是一生上好的基地。